他们家里买了这辆新车，所以那辆车就要卖掉。邻居家的车要卖掉了。我们家刚刚卖了车，邻居家也要卖车了，因为他们家多了一个娃娃嘛。那爸爸的这个工作车呢，上面只有两个座位，那他买了一个新车就有三个座位，这样子他下班的时候就可以同时接上两个娃娃，就以前那辆车不够坐，所以现在家大业大了。喵喵，喵喵，快来！喵喵 ，hop hop， 喵喵 ，hop hop， 嗯，喵喵 ，hop hop， 快来！喵喵，吱吱吱，喵喵喵，好的。给来给妹妹，好的，好的，喵喵。他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，说把车停在我们的户外停车场，就停了几天，然后很快他就卖掉了，他应该是卖给私人的。天气晴朗，我们这里经常都可以看到飞机，而且很清晰，非常清晰，就是看，你甚至可以看到是哪一个航空公司的。然后疫情期间嘛，大概有没有一年呢，停了一年的时间没什么看到飞机的。然后现在也是飞机也相对比较多，还不算最多。一只肥鸽，肥鸽在窗外。